来到我的直播间。我现在在登入我的 KKBOX， 所以请等我一下哦。好，等我一下，我先给大家看到我的样子，不然那大家会觉得好无聊。好，我登入了，然后就随便放一个歌单，随便选一个，也没有随便选，就是英文歌，我要听英文歌，英文歌最棒。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你们的留言，所以你们那个留言还有丢礼物什么的，可以等一下再丢，因为我还在选歌。谢谢。欢迎光临，然后还是选自己的歌吧。啊，还是有 DJ Backstreet Boy， 好，我放 Backstreet Boy 的歌吧，太棒了，他们来台湾开演唱会。 Hello， 午安，大家好。好像有很多新的粉丝，欢迎。嗨，聊天吧，睡到中午。你好，今天好像有点嗨不起来。对，看看大家有跟我讲些什么呢。Hello， 盖美包。对，有点累。谢谢迷路的黄金金币。对，今天就轻松。轻松一点就好，说不定等一下就嗨起来了。耶！想象小巨蛋的阿华，等一下一想到阿华就想要笑了，因为真的，你们知道那个感觉吗？就是一看就哇，阿华，笑死！东东生日快乐，生日快乐。Hello， 阿定，等一下，对，对，会呛，所以你可不要说阿华。Hello， 早晨，依家系午安，三诶诶咩？一点十五分啦，一点三啦。等一下，对，阿华，阿华，阿华，迷路。哎呀，这个又是这个，每天都带这个。对，还没有打完蜘蛛要飘了。今天有精神啊！对，今天开始是天蝎座，天蝎座是我最怕的星座。可是东东，生日快乐，还是喜欢你，不会怕你，喉咙好多了，还好，还是有鼻涕，所以。加油！耶！耶！谢谢。水瓶座是你最怕的星座。枇杷膏，几天喝几罐？还没有喝完，我要好好喝，好好珍惜，因为我的。枇杷膏快喝完了，所以我要慢慢喝，一天一罐，喝爆它。谢谢月的南瓜糖果罐，它
还有小鱼的新字段，月底到了，月底到了是什么意思？感觉好多了。啊，忘记拿我的卫生纸过来，没关系，我这边也有。对，我是琵琶笛，琵琶笛，我都变成琵琶本人。谢谢几方亮的骷髅糖果。等一下。我是不是要拿卫生纸啊？要，在这边犹豫这么久，最后还是要去拿，还不如现在马上赶快去拿。好，我去拿咯。拿到了，再来，我的卫生纸是可爱的舒姐卫生纸。要一起用吗？我们来同款啊。 Happy Halloween 还没到啦。我发现每次其实大家在开玩笑的时候我都超认真，所以我是不是要放松一点？每一次大家都就是在开玩笑的时候我都啊不是啊别别别别，可是就明明这件事情不用这么认真，然后我就这么认真。谢谢麋鹿的心字罐，还有南瓜糖果罐 ，Trick or Treat。剪短发，为什么突然剪短发？不要。Hello。嘿嘿嘿，好久不见，开心。我们那天小巨蛋结束之后有那个庆功宴，然后。我们大家都有拍到这个照片，超开心。卡了吗？现在呢？好，等我一下。我找我的耳机，我的耳机去哪了？啊，有。然后我再开我的风扇，不然的话会吵到大家。啊！是我的车，不是垃圾。我的车来了。谢谢嘉宏。好。快上车！快上车！大家上车！又卡了，我卡我也没办法，大家。299绿色那只是什么？好，谢谢嘉宏的粉丝团打 call 加99。要喝枇杷膏，超好喝的，跟你们说，每天3到4次，每次一汤匙，用这个膏最佳的方法是，可先将膏倒在汤匙里面，不用加开水，然后吃，这好吃啊。
度会上瘾，我知道，所以其实我一天只喝一两次而已。口红比较红，对啊，今天口红有涂比较红。我要喝。那个就不用对不起，你那天应该你是跟 Andy 他们一起的，就是在那个位置吧，所以基本上我看到那边的话，就是我看到 Andy 大家那一群人，我都代表也是看到你，所以没事没事。我说小巨蛋的天哪，对啊，演唱会，国书没错没错。谢谢北极星的咕噜糖果，谢谢。对啊，啊对啊，国书，谁给你？哎呀，怎样，周哈？但是会香的看好你哦。对啊，哎，谁在意？谁管你？笑死！艾迪达配这个麋鹿，你看我秃头哎。艾迪达衣服配这个，这个没关系啊，呆萌熊。我那天开直播的状态也没有很好。所以不用在意。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走音主播，走音走一波啊！好热哦，今天是很热还是我这边很热呢？应该是我这边太热了吧？对，不然手机不会突然间就又卡了，直播又卡了，卡一波、哦。今天有点热，现在有好一点吗？有好一点。秃头同好，秃头同好会，欢迎加入我们呀、yeah ！走音不走心是小迪就行啊，行啊，华啊，不好意思，行啊，华，谢谢你，长得真好听，真会说话，谢谢陈小鱼的新之冠。Hello， 佩璇，好久不见。昨天浪坏了，有点时间按错不能看哦。好，你们也要好好照顾身体，知道吗？对，耳朵又要住院，不好意思，拍谁拍谁。大家也要好好照顾身体，还有，请大家。多多支持梦纯，我爱梦纯，给他多一点鼓励。我觉得梦纯在我们这个团体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因为梦纯，这为什么会突然讲到梦纯呢？我也不知道，可是我都觉得梦纯很漂亮，很适合去拍电视剧，还有。真的很有那种中国那种古风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太棒，我超喜欢他的脸。不好意思，我喜欢他的脸。对，古典美女，对，是古风啦，古风美女 ，Happy Love。对啊，他的眼睛真的很有特色，不是一般的眼睛，是有一点那种皇后的那种眼睛，对，所以这很有 feel， 韩系妹子，对对对，没错。还有易云跳舞真的超有魅力，你们就是可以下一次有活动会多留意一下，给大家推荐一下
孟纯跟易云。孟纯真的太棒，还有易云跳舞真的太厉害了，我有点哦，好羡慕。就是我们 Team TP 的舞蹈比较可爱可爱嘛，就是 ATTV Festival 的，然后他就是有点就是很性感的眼神的那种，然后我就哇哦哇哦，易云哇哦，好猛。对，大家都有自己的特色，真的。然后还有杰星啊，杰星的声音也很有特色，很好听，很清脆的歌声。对，我每一个 TTP 的成员我都很喜欢，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多多支持 Team TP 的大家，还有多一点鼓励，对，少一点投诉，对，我不知道，可能大家蛮喜欢投诉什么的，这 不是膝盖帮的大家，这个，对，多点疼爱，谢谢，谢谢大家，不是小盒子，不是。啊！什么笑死？不是，我不是说周，我没有，我不是说周，我也蛮喜欢大家小盒子，就是大家给我传自己的想法、自己心里的话，可是每次都没办法回，所以我就有时候直播的时候再跟大家聊，这样比较好，比较开心。比较可以大家有个回应，而不是那种只有你们给我们丢讯息，然后我们好像看到又好像看不到，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的感觉。所以有时候也蛮想要在直播跟大家就是回应一下大家，而且不是说周啦，不是周的那一种投诉，是真的那种投诉。对，我觉得大家都很努力，而且工作人员姐姐大家都很棒，都很支持我们。对，没问题的，谢谢你们。今天比较安静一点的直播，希望大家不要这么就是不要觉得不习惯这样子。露露米，露露米 ，Hello， 不要投诉就，谢谢企鹅，企鹅，企鹅真的太可爱了。每次看到你的留言，我都会就是在直播里面的留言嘛，然后每次看到就想起你握手会那个好像棉花糖好可爱可爱的那个感觉，就由心而发的就想要，就是很开心想要笑这样子。五一 OK 的啦，你们真的太可爱了，太喜欢你们，谢谢嘉阳。对，Hello 彩虹花 ，Hello 杨公公，谢谢变成新鲜柠檬的骷髅糖果 ，Hello 坤坤，棉花糖就是我是火，然后企鹅就是棉花糖会融化的那种，超可爱，真的太可爱。还有大家啊，可能最近比较忙。对，有一些人没办法来看直播，比如说 Aris， 还有可能上一次说要比赛的菜菜，还有范范，大家可以帮我就是问候一下嘛，就是帮我关心一下他们，说小迪一直支持你们的，你们也要加油，小迪也会加油。然后
觉得累的时候记得要休息，还有找一些方法舒压，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法哭可爱耶，谢谢。我在直播不知道带了多少次，谢谢阿如，感觉阿如跟范范很好，开心。哎，不是北极星那种问候，哇，不是这种啊。一号还在上课，辛苦了大家，上课认真，不要分心，不要分心，然后一直想着想，不然的话，我怕你们都没办法。就是好好专心的上课嘞，这小的小迪，反而要，好，适当的压力是需要的，可是不要太多，太多的话记得要定期清理一下，来分心啦，嗨班长，吃午饭了吗？大家记得要吃饭，知道吗？谢谢 Hello KC 兩，好耐冇见，嚟自香港嘅朋友。午安，夜雨长神，我都会，我会噶，我会保重身体。谢谢，吃饱了，吃饱就好。你们有看到诗雅昨天 po 的那个 IGTV 吗？你们可以去看看，如果还没有看的话。真的超有趣，而且是诗雅她自己剪的，她真的很厉害，而且她就是我们把影片传给她，她都自己把它组成一个9分钟的影片。其实本来我们有很就是有十几分钟这样子，可是因为太长了，所以就是把它剪成是诗雅啦，诗雅把它剪成9分钟，所以我觉得哦太棒。对啊，好好玩。六福村应该是真的比迪士尼好玩吧。迪士尼的话是一个玩境，就是卖玩境的一个感觉，然后六福村就是卖，它的卖点就是很刺激，然后很多不同的就是机动游戏那种。想看完全版。对啊，它像小晴，因为小晴她要上学还是要报道什么的，所以都没有。海洋公园，我比较喜欢香港的海洋公园。其实六福村跟海洋公园差不多，只是我觉得海洋公园比较刺激，然后六福村比较大，对，地方比较大。对啊，我们刚好是小巨蛋选拔，好开心哦，超开心耶，那天真的玩得很疯，而且大家都流很多很多汗。海洋公对香港的海洋公园，有 Halloween， 对耶，可恶，去年的 Halloween 这个时间我已经在香港跟朋友在。海洋公园里面玩那个 Halloween 的活动，真的有点想家了，因为每一年的 Halloween 我都会约朋友去海洋公园玩他的 Halloween 的活动，然后今年好像没有时间回去，而且大概10月31号还是30号左右就已经会结束这个 Halloween 的活动，对，所以有点可惜啊。我2016年有跟垃圾桶拍照，2017也有，2018也有，2019也有，哎，不是，对，2019没有，2019没有，对，就有点有点小难过。为什么要跟垃圾桶拍照？因为那个垃圾桶超可爱的，那个垃圾桶是这很普通，这是一个怎么说？你们有那个图片吗？我以前有
有发过那个图片，因为那个垃圾桶是坐形是正方长方形，然后它好像一个木头这样子，不是木头，反正这其实也没有很可爱，就是很普通，可是就很想要跟他拍照。对，你们记得那个图片，没错没错。对，没有人知道我神奇的节奏。然后这一次我去六福村，我也有拍垃圾桶，可是那个垃圾桶是圆筒型的，这是木桶形状的垃圾桶，所以我就这一年也有跟垃圾桶拍照，我说OK 可以，看看有没有机会。六福村是不是也有那个 Halloween 的活动？好像是有吧。有的话我也想要去玩，有时间的话，可是应该是没有时间啦。对，好像是没有。快上车！回到车上，可以吗？好，会有一点手机过热，所以就会卡，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手机一直很容易过热。可是我手机也没有很，就是我没有一直用一直用它，而且这个手机是也算是新的吧，我在二月的时候买的。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子？要换了吗？不行啊，不可以乱花钱。好，等一下，如果再卡的时候，我再开这个，再开车。太热情，真的，我是热情。Hello， 轩雷，终于来看我直播了哈。终于来看直播了。不好意思，有点打哈欠。笑傲飞，我想要玩，可是那时候我们大家有哦，谢谢你哥，谢谢你哥。对不起，这好可爱哦！谢谢你哥的泰迪，萌选泰迪，谢谢。因为那时候我们要大家一起玩嘛，然后我不能，就是不能因为我就是想要请大家等我一个人去玩那个笑傲飞鹰，而且刚刚吃完饭呢，那时候刚刚吃完饭，如果马上去玩那个的话，应该会吐吧？对，应该会吐。牧羊犬有来吗？牧羊犬，谢谢小明的咕噜糖果，还有小鱼的贵族玫瑰，还有谢谢大家。那个可能那个做的，刚来，嗨牧羊犬，牧羊犬，牧羊汪，我是那种一进去就可以玩得很疯的那种，所以。人不疯狂枉少年啊，所以我是那种我就不顾一切就疯狂去玩的那种老油井。我真的笑死了，在玩那个老油井的时候，就是一直在那边哇，这晃超久，晃太久了吧。对，我们咖啡杯，我们哇，一直哇，一直狂转，一直转，一直转。
那边咖啡杯真的太好笑了，大家都停下来的时候，就是一开始排队的时候啊，我们一开始排队的时候，我们看到啊停下来了，然后我们看到有人一直转一直转，我们还笑他，哇，他好奇怪，自己一个，因为他是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转，所以我们就说，哇，那个人也太奇怪了吧，自己一个在那边转，这很好笑啊。然后我们到换我们上去的时候，就变成我们是很奇怪，就是我们自己在那边疯狂转，然后大家都已经停下来，就是我们在转，超有趣，这好好玩啊，我觉得啦。我真的很爱 Justin Timberlake， Justin Timberlake 的歌是 R&B 曲风，太棒了。R&B 耶、yeah, ，大家。品恒那一台有，可是没有转很多。很明显，我们大家就是我比较疯一点。对，我们那边比较疯。谢谢 Happy Love 送的好多呼噜。一个人去转咖啡杯，为什么一个人？因为你的朋友都不想要转。看到有染是什么？其实我们大家，其实我也会，我也会怕晕，可是不管那么多了。先晕再说。哇，转到晕啊啊！不是你，我笑死我，我还以为是牧羊犬自己一个去做，这么厉害。有恐高症，可是我只限于要在上面走路，然后看下去那一种，我会腿软。可是如果是这种游戏的话，我真的还好，我不会怕。可是海盗船好好玩哦，你知道吗？海盗船我每一次都会坐最高的，就是在香港的话，我每一次都会坐最高的那个，然后再举手，哇，那个。离心力真的太厉害，我喜欢。对，今天是很卡，超卡。为什么这么卡呢？手机也蛮热的，现在才开半个小时就这么热了，傻眼。Just wanna love you, baby。我喜欢这首歌。其实我也蛮想要分享我的 KKBOX 的歌单给大家，可是里面很多都应该不是你们会常听的歌，而且就是通常喜欢偶像的不是也喜欢日文歌偶像的歌吗？可是我收藏的每次都是什么 R&B 啊，就是日文也有，可是不是偶像那种，是乐团的那种，还有流行歌曲，还有一些蓝调 jazz 那种，所以我觉得，会不会就是不分享比较好呢？因为感觉大家也没有特别的喜欢我分享的歌，对，而且我真的没有怎么听那个国语歌，就是你们的中文歌，所以我就有点爱不好意思。编舞，我不会跳舞，跳舞超烂。之前被老师讲过我跳舞没有跳得很好，之后我有一点小难过。可是我也知道自己身体很僵硬，对，可是也没有到没救的那个程度，所以我觉得应该
还好吧。对，就是身体不要太僵硬吧。我对，我已经是老骨头了，我有时候还会肩膀痛呢。啊，老骨头嘞。It's okay, there. 但很少听中文歌，除了真的一定要想说什么呢？除非是一定要听中文歌的话，啊，不是我说什么，你在讲什么？除非一定是因为可能我们要唱这首歌或者是什么。其他时间我都不会听中文歌，对。听中文跟韩文，对啊，是不是？其实大家都没有很听中文歌吧？对，老中文歌当然好听啊。可是平常就很少听这样子，这样做好嘞。Michael Jackson， 对呀、啊，这有时候听这种就很放松，放松。对，70年代左右的歌，70年代也太。啊，那太久了吧，比我还要久，这是卡了。我听得更老，对，我都听老歌，我喜欢听老歌。没卡 ，OK。Gotta see, can't believe I can take it, cause baby, every time I love you in all my life, in love, baby, tell me. 对，互相交流。听歌的年代，你的都很新，对啊，文件的都很新，而且是那种比较小众的歌，可是都很清新、很舒服的那种歌。卖个萌，嗨！我这样看起来脸好像很大，有点不习惯。Hello， 艾斯 ，Dangerous， 我知道。My is good， gotta fly， gotta see， can't believe I can take it， cause baby。Baby， 1977年，我的年很大、啊。歌单的目的就是分享、推广、增加见识。没错，没错。大陆迪奇，你好，我是大陆。You are not alone。哦，谢谢麋鹿，这好可爱哦，大摩耶，谢谢，好可爱，我超喜欢，喜欢，你看，这是浆果蓉，哦，蜜浆，哥哥，哎，这样子看起来，可可罗特 ，Hello。对啊，真的是世界第一。好的，别笑了。我知道异度空间，可是异度空间也太可怕了吧。
好久了。这样看起来我的脸好像蛮亮的，是不是？嗨，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Hello， 好久不见。We belong to you and me， 好喜欢啊。云爵也好像喜欢耶，蛮开心的啊。天哪，我这里有一瓶蜂蜜，我好想要喝哦。我做个蜂蜜水好了。这首歌我也很常听。喝啊，大家都叫我喝，喝起来。那我把它倒进去我的水里面。啊，可是我觉得我今天吃好多东西哦。现在要到咯。啊，还是先把我的狗狗拿开，不然的话怕它会沾到。你看到吗？我蜂蜜水里面有高粱，嘿嘿，你看变成这样子，然后要这样子。我本来这个人就带有酒的成分。Stand alive， 对，因为 Stand alive 比较哈哈哈那种，就是比较急，然后比较有那个 beat， 对，会不会太浓吗？我试试看哦。我觉得有一点淡，对，有点淡。要加吗？要加吗？加加吧，加加吧，加。应该是不会，对，不会太浓，反而会觉得有点淡。这样可以吧？怎么会这样子呢？蜂蜜水 ，Hello， 跟我一起去吹风。喝了，刚刚卡住喝不到。我觉得是因为我刚刚吃了枇杷膏的关系，所以这个才没有很甜。就是我觉得没有很甜，甜，可是可能它本来就已经，就是已经很甜。啊！等一下，等一下。没事，没事。太多了是吗？没有，我没有开冷气，我只是开风扇，因为这个天气应该不用开冷气吧，所以我都没有开了。 Close to you， 八百卡卡罗特，我要喝咯。对啊，今天外面蛮热的。可以 ，Hello 老光，好久不见，大家
每天都是短袖。我每次生病，我都病很久，这一定要一个礼拜以上，声音才会好，所以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吧。你们觉得我要加那个绿茶吗？这变成蜂蜜绿茶，那就不用去买饮料，自己都可以做一个健康的饮料。加，阿如说加。要吗？还是通通加进去？哦，谢谢，有红包，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如果喜欢我的，请追踪我，还有我的 IG 在这边，谢谢。对，乱加一通变成处罚游戏。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谢谢，开心，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哦，我是小迪。嗨，蜂蜜柠檬。今天是安静的小迪，所以可能呢。就比较没有吸引力哦 ，QQ， 对，就是还是安静的跟大家聊天，也蛮放松，蛮开心的，轻松，气质有吗？不讲话的时候有气质，讲话的时候就全都回了。我其实我没有气质，我觉得我这个人没有气质。对啊，有红包。欢迎。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一讲话就没了，开口就萎掉了。好热哦，今天开个风扇，吹手机也可以吹到我。等着，今天应该不会太大声。因为没有那个力气大声。喜欢我讲话风格，谢谢。喜欢我今天的讲话风格还是平常的？平常比较呛一点，呛一点都比较吵，可是感觉也比较活泼。今天是比较安静，都喜欢，都喜欢啦。谢谢林送我的南瓜糖果罐，谢谢呆萌熊，我把绿茶加进去了。这今天难得，果树应该喜欢比较安静的我吧？平常的我是不是太吵了？我是那种，比如说昨天练习啊，大家就是自主练习，然后我也是比较嘻嘻哈哈的那种。因为，这很开心看到大家，而且昨天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就嗨起来了。然后练习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潮，就觉得很对不起。也知道，因为开心才会这样子嘛。对，今天是 peace， 哇，这是蜂蜜绿茶。不错。多谢你啊！我都觉得我平时够 UN 八加一。多谢你，我平时就系一个咁样嘅人。This is me. This is me. 好想喝枇杷膏，我喝一下枇杷膏，太好喝了。还有，你知道，就是我今天真的吃蛮多东西，现在好像有一点点胃痛，可是。其实也不是胃痛，我觉得只是吃太撑而已，吃太多。好，无视我吧，谢谢。枇杷膏我有想过要不要加进去，可是觉得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加进去，不是胀气，不降，只是有点吃太撑而已。
我只吃早上吃了水煮菜，水煮蛋，吃了一点点鸡肉，然后吃了很多麦片，还有优格，还有苹果，还有奇异果。真的吗？喝枇杷膏，好喝。The man your heart is missing。我觉得我要把这个枇杷膏放回去，不然的话，对，我会越吃越多。大家我们一起去放。今天吃两颗水煮蛋跟汤，吃不完，为什么这么奇怪，吃这么少？国树，可是水煮蛋我觉得一点都不饱哎，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吃那个蛋黄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水煮蛋不饱。可是大家都觉得水煮蛋很撑，你们觉得我要吃胃药吗？还是不要？等一下再吃，等一下再吃。蛋黄最饱的部分，我都没有吃蛋黄，所以觉得，所以就不太饱。对啊，牧羊犬是不是？因为蛋黄那个。蛋黄是一颗蛋里面最脂肪含量最高的地方，所以可能一颗水煮蛋的话，我会吃三分之一个蛋黄吧。对，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生鸡蛋，我也是葡萄，我也不吐皮，我也直接吃，除非是那种皮很涩的那种，不然的话，皮通常我都会吃。也是啦，可是就忍不住想要吃麦片，就吃了很多，晚餐可能也吃不下这样子。好，谢谢企鹅，好贴心哦，谢谢，开心。然后又喝一堆水，还要喝蜂蜜绿茶。去日本也带个麦片，对，带麦片。麦片好吃，超好吃。日本有那个日清那个品牌的麦片，超好吃的。好哦，国树，谢谢。水也能喝吧？对，真的。水真的会喝饱，而且我吃的，对，我今天吃的太多麦片了，可恶！谢谢国叔的新之冠，谢谢。好想在直播这样子发呆。发两个小时，然后就不用讲话，这样子就大家一直看着我发呆，然后看我睡觉。午安 ，Hello 星仔，差不多要走了，班长辛苦了，班长，工作加油，可以吗？
陪我发呆，发呆可以，我发呆会这样，眼睛会这样子，发呆两个小时，很难吧？那我发一下呆哦。有点累，不行，发呆截图不行，发呆不好看。我觉得我要一直开风扇，不然会很热，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很热，而且我今天的眼睛一直有点睁不开的感觉，那大小眼很明显。椅子直播，哈哈，是吗？那我就我也可以只拍我的椅子，直播两个小时。对，有一点困，我是有一点点困，今天要早点休息。今天大小眼还好是吗？我觉得我一直大小眼，其实都蛮明显的，对。可能是因为真的是吃太饱，还有加了吃药，然后就两个加在一起就超级想要睡觉。那我下一次中午直播的时候，我都跟大家一起吃东西就好，不要直播之前吃，不然的话就会想要睡觉。Hello， 天天，天天，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对，这个时间蛮容易想睡觉，因为这个时间是睡午觉的时间，这样很温柔很好嘛，没有平常那么疯，大家可以不习惯吧。这声音母汤，有母汤吗？想听你讲日文。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私はスティッチ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いつもありがとう。好像刚直播开始的时候是吗？可是那不是我，那是有包袱的我。真正的我就是很疯的样子。我觉得我跟你们说，跟你们分享一个事情。要休息，下一次再更，就是声音更好的时候再讲。OK。还有生病的时候，不太能吃鸡蛋、牛肉、海鲜类的，比如说虾。因为好像这样不好的，所以要吃清淡。明天你们说什么？明天什么 Halloween party 吗？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没有那个心情，对，因为很累。对，可能大家在开 party 的时候，我已经洗澡睡觉了。对，我要早一点休息，对。对，今天是没有能量的我，因为吃药了。辛苦了，所以，谢谢呀，真超可爱的，谢谢小雨的沙漠耶，对啊，谢谢，开心，突然一秒，因为那个太可爱了。今天的能量补给都是从那个狗狗来的，谢谢。
开心。如果可以，我想要在 Halloween party 打扮成小丑，因为小丑是我的目标，他是我的偶像，我一个想要当的人。对，对，我要当小丑。结束了这边的偶像生活之后，我要当小丑，我决定了，我要去拯救世界，我要去做我想做的事，我要健康，我要减肥。对，Joker， 然后我要把头发染成绿色，然后在那边我要当小丑，不要当小丑女，小丑女太性感了，太瘦了，哎呦，我要减肥。对，然后太身材太好了，我不行，我做不到，所以我就要当小丑，我穿西装就好了，然后再把头发染成绿色，把它剃成一个跟小丑一样的，然后再做那个近视，这个角视吗？近视就是那个眼睛的那个角视，因为我有近视，所以我不想要太麻烦，不想要很常戴隐眼，戴隐眼也很累，就是有一个东西盖在我的眼睛那边，然后我就可以每天化成小丑的样子，然后出门哇、哦，你要当小丑，小丑真的是我的偶像，跟你们说，他真的，我爱小丑。Hello， 艾斯哥哥。不是啊，等我到时候再跟大家见面，然后你会看到一个疯子，哇、哦、吼吼吼，没有了，开玩笑的。小丑真的太棒了，被相信了。请问你在 cosplay 吗？不是，我不是。我爱大家，我爱 Team TV 的大家。啊，刚刚想要说什么呢？你们说啊，刚刚甄选的时候。我的，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我这个样子，就是很安静的坐在这边跟大家聊天这样。然后为什么之前的那个跟梅子说我是健康又减肥又做近视矫正的小丑，有又染头发，然后头发是自己剪的哦，这样子，笑死了，耶耶耶。然后为什么在这边直播会这么强呢？就是因为那是平常的我平常这样子，就是我跟朋友出去玩，出去逛街的时候，我都是这个样子。以前在高中学校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也是很强很吵的。可是自从来了这边之后呢，这很不一样啊，就变成。我在讲什么？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好，大家好。你好不好？大家好。舒洁卫生纸，对。然后就说嗨就嗨的那种。可是到这边很多很多事情都一步一步慢慢战战兢兢，好像在踩降线一样。降线吗？还是钢线？就是踩铁丝，在铁丝上面走的那个感觉。所以一定要就是。就算是跟很熟的成员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很不能放开。对，所以哇，这很不能放开。我好像屁孩啊，我就是
我是那种外面很吵呢，我要比他吵的那个感觉。虽然有时候、大家直播就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所以我才可以这么嗨这么强。可是在面对成员们的时候，就会想到很多很多工作上的事情，就觉得这样子的感觉。对，所以就有点不太讲话，就屁，我是屁。对啊，屁一下又不会怎样，好玩嘛，这好玩呢。那我要先考机车的驾照。对，所以有时候蛮想要休息，然后也想要直播跟大家聊天，就是狂一下，发疯一下。Just be hopeful. 狂一下，我很想要跟小丑一样了无牵挂的狂。可是你知道人生啊，很多让你很牵挂的事情，比如说你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很多的责任，都让你不能跟小丑一样狂。可是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像小丑一样狂一波。哈，你们等我，要等我，我想要考机车。除了机车以外，其实我想要开那种挡车还是重机那种，要不就不考，要考就考最厉害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可以骑挡车跟那个重机的女生很酷，所以我想要考。对，等我，对，越老越没力狂，所以呢，我要趁真的结束偶像生活中之后狂一波，我要疯狂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想要压抑。狂。If I let you go， 没有 ，Bill 是我的好朋友。他20岁，我也20岁啦，我已经20岁了。我该去考了，大家要睡着了吗？要，快睡着了。But if I let you go。I will never know when my love will be holding you close to me。 什么？我看什么？是普众一年才能考大众。考车，我要考，我都要考，什么都要考，单车也要考，滑板车也要考，我什么都要考。因为香港没有重机啊，对，香港没有重机，我要开车，手推车也要考。货柜车也要考，考一波冰雪，溜冰雪我会溜啊，只是会跌倒而已啦，我可以溜。
考战车、坦克，我要考坦克，我可以开坦克吗？还有推土车，我什么都要考。In empty street, in empty house, I'm holding inside my heart. I'm all alone. The rooms are getting smaller. 飞行员，带你们去流浪。哎，我跟诗雅买了一个新的手机壳，开心。谢谢贝塔丘。UFO 我有啦 ，UFO 是我的坐骑。不给你们看。主播这么强，主播是啥？我平常不是这样子的，对，今天是还好，平常更狂，跟你说，你下个礼拜再来看，对，下个礼拜再来看一波。今天是有点昏沉的，对，今天收敛了，不好意思，哈哈，哦。哈哈，可爱 ，so I see。吗？不要截，拜托！你这爱崩图，我不爱崩图。再三同时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必等某个日子。我们来唱歌好不好？算宿命重遇你一次，难道故事结局早已注定没法制止？其实我不理一切平静平明时，能有你的下次，让我有在意。啊，外传呐，佛书咒 GGWP。我生气哦！我也不知道我要唱什么歌。低音好听。低音。有一首歌叫什么《时光机》，还是什么的。张敬轩唱，张敬轩跟他的朋友唱，啊啊，超喜欢那首歌。谢谢阿如，阿如，谢谢。还有阿如要那个信啊，阿如。还有小明的信。
小明有写吗？我没有拿到。QQ， 啊！小迪表示点头。OK。有备份吧，备份。没有啊，也太久了。小巨蛋的时候的那些信都已经有了，那个还没，所以应该是。哎呦，小鱼，你们两兄弟，果然是兄弟啊！兄弟，哇哇哇！他你们太可爱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好笑，就是可能是因为就是刚好你们都是兄弟，然后就刚好两兄弟的都没有收到，所以我就你们果然是兄弟啊，太可爱了。对啊，可能就被拿，对，收，对对，你这盒子就对，对对，哈，兄弟，不会给错吧？因为有写名字啊，有写小迪这样子。我真的很喜欢收到大家的信啊。好啊，来啊，北极星，来啊，你写啊，你写了之后，然后我自己翻译，嘿嘿嘿，耶，来呀，谁怕谁？还是我问一下诗雅，应该不是吧？米亚比，哦，米亚比。Oh, me a b e 一直卡到 me a b e 是呀，无限说，你们可以说，你们可以跟诗雅说，笑死，开心，对啊。当然是喜欢才会这样子叫，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好像那种小孩子，耶，爱子，我跟你神推诗雅，哈啦怪仔，笑死我。等我一下哦！啊！哇吼！我要充电。对啊。哎，我刚刚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在这边喊诗雅，为什么？奇怪。没关系啦，没关系，没事，到它卡的时候再说啦。
他卡的时候我在台风铁刘海纹风不动，对，台风就台风没关系，对。现在呢，我现在开一次，觉得如何？大家，这个风可以接受吗？微风。现在好多，可以，可以，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我们之间有太多回忆，爱上了你。有什么道理？只是刚好情窦初开遇到你。有听过这首歌吗？这首歌叫《可不可以》，我觉得好好听哦。我希望我的未来不是你，这样子。这首歌好听，我喜欢这首歌。这一首歌有有，哎，有一些音效。比如说是什么这种 YouTube 啊，还是节目，就是很常会有哟这样子的音效。可不可以吃你的布丁布丁？我肚子真的饿到大哭大哭。没有，我很饱，我很饱。We are fighting dreamers。 我啊，在等我啊，垃圾车。那不行，还要押韵，谢谢。你 icon 可以吗？可以啊，你喜欢就好，你开心就好。你开心怎么红啊？你开心就 OK 啦，没事没事。哇，你推好多成员哦。快上车！哇哦，哇哦 ！I don't want your weakness, I don't want your rudeness. Caught in the bad romance, what's your bad romance? 哇哦！相推，你开心就好。我觉得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开心就是一切。Second of summer， 没错。对啊，也太长了。幻影战士，我就要给大家带来开心，我是大家的开心果，你们开心我就开心啦，不用理我，我你开心我就开心。写多了一点，哇，助理还助理耶，好厉害哦，阿周，感觉很猛哦。Your eyes. Tell me to stay with you. I'm not afraid.
OK， 我觉得 OK 的。哎，跟你们说，跟你们说，我最近有一个很特别的、很特别的想法，不是想法，是企划还是什么？也不是，这是我自己个人的小事啊。对，我小事是，就是因为想家嘛，而且也蛮想我的朋友，然后就很突然呢，我在问朋友。这是我给他们传讯息，我都跟他们说，哎，给我地址，这样子，这是直接传讯息，给我地址，给我地址，然后加一个，表情符号，然后他们就很问号，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说，我要写信给你们，这是我跟我香港的朋友，还有我有一些到了，比如说在外国念书的朋友，我就传讯息给他们说，请他们给我。那个地址，然后我都给他们写信，这很突然，这是前天不是啊？对，前天突然的事情。然后前天的晚上问他们拿完地址之后，我隔天的下午就好，先催多一下哦。收到，对，记错怎么办？我要写那个回邮地址，可是如果没有那个，就是其实没有写回邮地址，寄失了也没关系，因为我可以再写。对，不会记错吧？对啊，阿如，我有记得你有好像直播的时候有在讲过，有讲过，对。哎，台湾有淘宝哦，哇，我要下载台湾的淘宝。阿如。那我把那个图片存起来之后，把它存起来之后呢，我再把它印出来，啊哈哈哈！对，不会啊，我的字也蛮丑的。有一点心累啊，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卡，有一点难过，这为什么会卡？平常都不会卡的，现在为什么会卡？药效快过了，还没，不是吧？手机才，可能东西太多吧，我要删除一点。东西，
对，蛮久，也不是啊，前几天才关了一次，可是关了大概一两秒再开的。之前会关机，我现在讯号有两格，我是台哥大，没有连 WiFi， 我觉得 WiFi 很不顺，很慢。在卡吗？风扇。好，扇子。我要两个。卡卡西，风土哪有可爱的粥？风土从来没有可爱的。要开两个小时。好多了，好多，可能是这边讯号不好。谢谢田中闹力王的 kiss 啾啾。刚刚讲到即兴，对。小精灵。小精灵飞飞，飞呀飞，飞到梦幻岛。嗨，It's okay, it's alright, it's okay。没事没事。可是我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这样直播好像看起来很没有精神，虽然是真的很没有精神，可是。在这个状态下也要给大家直播，有点不好意思。Hi, everybody. 面线论点是什么？心疼是吗？我的没精神是大家的正常发挥吗？真的？那我以后就可以这样子直播，那大家就会觉得我这样子是没差，是不是？是不是？你敢捏我大嘴干眉包？对的，真的。那可是不行啊，那这不是我啊。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这么安静的人啊，对啊，所以我面线论太强，不要太强不行，我要精简版的，简单的，哦，有豆腐也分，
天天都很忙，你知忙没？我是没事忙的那种，你们懂吗？但是我明明就没有事情忙，可是我每一次都觉得自己很忙，可是根本就没有事情让我去忙，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到底在干嘛。然后我的刘海还好吗？不好意思，我的刘海好像这边要分开了，是不是？等一下再配一下定型。I know that feel, bro. I know that feel. 你个名啊，真有趣啊你！不会啊，我蛮喜欢的。我喜欢牧羊犬的话，你的什么噜噜的噜噜，你还是什么？你的朋友呢？你朋友的名字？杂官也分无事忙。走音。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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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有个噜噜什么的噜噜盐，因为 ice 先盐我的，所以我要盐你，你盐我，我盐你，你 ice 你，哦，不错吧？这个 ice。哎，是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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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眼啊，来呀，来呀，请写。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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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噜噜噜噜噜啦啦啦。啊，真的，用过了，可恶！打这个打，打这个打。爱死你！啊！哦！被笑笑死！可恶！宽宽，爱宽宽。难道我可以留着宿命重遇你一次？难道故事结局早已注定？我发在一起。哎，我有个朋友，他推荐了一首歌给我，可是我忘记他的歌怎么唱。他是一首蛮台语的歌，就是有一点很台语的歌，就是有一点很台语的歌。然后呢，他除了这个台语外呢，他这个好像是什么独立乐团的歌。然后叫什么什么草莓什么什么什么，忘记，你们知道吗？有听过吗？是那个台湾的独立乐团 Leg Again， 草莓。忘记他的歌名，因为刚刚手机没电，然后他就跟我说手机剩下 20% 电，然后我就卡了一下。草啊，草东啦，草东，这是什么？欢迎进来哦。草东没有派对，有听过派对啦？啊，他叫大风吹，这首歌叫大风吹。我刚刚一开始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广东话的。不好意思，打了一个小小的嗝。嗨，原来有字数限制，我不知道哎。草东没有派对，我想要放音乐。什么金曲奖？草东没有派对。Beatbox 版的帝女花。哇哦！想到了，这首歌好听。你是我的眼，不是啦，不是这首，是这个，跟你们分享。有听到吗？浪花兄弟，阿如小明是你们的，确定是你们的浪花兄弟，你们这是双胞胎兄弟，来，你们来组一个，组起来。来，你们要组了，唱给我听，下一次如果有活动的话记得来唱一下哦。 I know I know。 神曲，我超喜欢。你的时候在陌生的街头，我的心在追着天空。I know, I know， 心头里一段有你陪我，谢谢你鼓励我，勇气是你给我，和我们在脚步一起往前走。I know, I know， 你是我的 OK 棒，在每一个时候。走着
谢谢，中午好，大家好。Kevin 先生，每次快关直播的时候你才来，可恶，还是开心，谢谢你来。对， Kevin 都压线。的时候，在陌生的街头，抬头看着繁星夜坠的天空。I know, I know， 只想一段有你陪我。谢谢你鼓励我，勇气是你给我，让我迈着脚步一起往前走。I know, I know， 你是我的 OK 绷，在每一个时候。谢谢你们，谢谢膝盖帮的大家。一直陪着我，我们来一个截图时间，可以吗？好，我要找我的羊，在吗？啊，羊！谢谢大家，我们来截图。三二一，开始！哦，谢谢杰这个杰，谢谢谢谢麋鹿，我超可爱啊！不是我。真好，自己超可爱，谢谢，谢谢，可爱吗？要追踪我，谢谢夏无意的三无也，好可爱啊，超喜欢，喜欢喜欢，喜欢你们，好，谢谢是月月，二虾，我跟月月，月月也是。不是虾，是二哈，不好意思，又来二虾。谢谢张拔拉拔瓜，张拔瓜喜乐不拔喜。问号，谢谢，谢谢你的扫把。虾，只是冰醉虾，爱只是冰醉虾。截图时间，好久没有比这个了，要比一下。这个蛮可爱的，哎，我自己说。
谢谢大家，谢谢。下排名，天国的阶梯我有看过，哎，我有看过，哇，好，我先念一下排名，手机快没电了。第二十名是田中道理王，田中道理王都在。然后第十九名是夜风明月，谢谢夜风明月，今天谢谢你来，然后好像没有特别留言。其实没关系，我知道你一直有陪着我的，谢谢。然后第十八名是牛排，谢谢好吃的牛排。第十七名是 Happy Love， 谢谢 Happy Love。第十六名的是星仔，谢谢星仔。第十五名的是 Jun， 谢谢 Jun， 上班辛苦了。第十四名的是膝盖帮的嘉宏，谢谢嘉宏。然后第十三名的是企鹅，谢谢企鹅，可爱的棉花糖企鹅，可爱会融化的企鹅，谢谢。第十二名的是国树，谢谢国树。第十一名的是慧香，谢谢慧香，谢谢。第十名，对不起，第十名是班长，谢谢班长，谢谢。辛苦了班长。第九名的是江拔瓜西乐布巴西，谢谢谢谢。第八名的是膝盖帮帮犬牧羊犬牧羊汪汪牧羊汪，谢谢。还有谢谢你的朋友呜噜噜噜噜噜，反正有个炉子就对了，谢谢。然后第七名是勇哥，谢谢勇哥，谢谢。第六名的是尼哥，谢谢尼哥，谢谢。第五名的是夏五一，夏五一，谢谢。然后第四名的是呆萌熊，谢谢呆萌熊，谢谢。第三名的是周，谢谢周，耶、yeah！ 然后第二名的是麋鹿，谢谢麋鹿。我也是麋鹿，麋鹿迪，谢谢。第一名的是膝盖帮的谁呢？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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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噜噜噜噜，小鱼，谢谢小鱼，谢谢，辛苦了。好，谢谢。等一下好像卡了，是不是？没事没事。张八卦西落八八西。张八卦塞老八八塞，对，这样子，谢谢。然后啊，噜噜噜噜噜，谢谢。然后谢谢大家今天陪我这样子发呆，也不是发呆啦，我也很认真的想要跟大家互动，好吗？谢谢阿如，谢谢阿如帮我转达我的话，谢谢，谢谢范范，范范辛苦了。还有，谢谢大家，还有，Andy， 还有 Andy Junior 也请帮我问候一下，就是跟他说工作辛苦了，忙着没时间来看直播没关系，真的 OK 的，谢谢。然后还有 Iris 也是没办法来看直播，我也知道的，请他不用担心，小迪很好，然后也希望他不要太忙到没办法睡觉这样子，小弟会心疼哦，知道吗？小弟爱膝盖帮的每一位，还有国树，谢谢国树，谢谢你的提议，我会注意戴耳机的时候不要太大声。我今天应该好像有
几次有爆音吧，可是应该还好，我觉得啦。谢谢果果叔，然后牧羊犬也谢谢柯本先生，还有谢谢惠香，谢谢小柔，谢谢呆萌熊，谢谢周，谢谢吴炳汉，谢谢田中的雷王，多谢盖美包，多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有夜风明月颁奖，还有好多好多下午一啊，很多很多下午一，还有企鹅，还有好多的你们。还有苹果姐姐，对，还有王子哥哥，还有坤坤，幻影战士，谢谢你们，星仔也谢谢你，还有乌牌，虽然他没有来，没关系，对，下午一加一个 S， 好了，谢谢大家，还有爱子，对，棒。虽然有一些可能我没有喊到名字，可是我还是有看到你们的留言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小弟不会忘记你们。还有哥哥，还有弟弟，哥哥跟弟弟都是双胞胎，哥哥跟双胞胎弟弟，还有北极星、杨公公、北极星，一闪亮晶晶，噔噔噔噔噔噔噔 ，OK， 谢谢。谢谢，我们下次再见哦，下个礼拜，拜拜，爱你们，送给你们的飞吻，谢谢，加羊，谢谢猪，谢谢王宇，拜拜，爱你们，拜拜，谢谢俊英，阿露纳奇，谢谢阿定，谢谢牛排。牛排，好吃牛排，谢谢新鲜柠檬，拜拜，拜。还有鱼豪，还有没有来的鱼豪，还有威尔森，我也看到威尔森有来哦。谢谢尼哥，拜拜，拜拜，下次见，拜拜。